Shinsho.我写的非常的窄，让人家知道我这个是写欧阳询的。不要再写扁了，这写扁了会受不了，哪来那么多扁字啊？这新秀看起来方方的，总算来一个看起来像行书的，哎。小，有学极少。局学小，不呢？哎，不可以写开。啊，局学小是为了这个不要拉开用的。您就可以写开哦，应该这两个本来就不一定要靠得很近啊。嗯，零的话倒是可以靠近。福就可以开一点了。开一点。一样，狼哇，这边字好像都一样大啊。狼它有拉开，我们就拉一下。哎，庙就开始写小。庙，不要一直写大字哦。而且这两个字长得很像，肯定要变一下。狼庙，虽然内容不一样，但外形上会比较接近，所以大小一定要改。行，装，我就写紧，因为刚才右边那个字我写的是开的，所以这个字就刻意的让它紧，然后缝隙很小，嗯，写的。好像徘徊。徘徊，一定要让它长得不一样。这种外形太接近，都凑在一起，真的是要变化哈、啊。看起来真的没有可看性。真这个笔画多，可是我刻意写小，不要让人家觉得说每次只要笔画多就放大，未必的。当然，笔画多放大是比较正常。但没有人说非笔画多才要放大哈、窟窿，还真懒了，就这样写完了。至少点三个点嘛，那三个点他都不点，孤陋。
上下的。萌让它长高，长高。等长些小一点。啊，再来很多盐布了。肯定大小要改变。啊，大，然后这个小好了啊。既然前面已经先写大了，后面就只能变小。啊，不然就要比它更大。但是你要考量好不好看。有时候我们在做变效果的时候，不是有做效果会更好看，有时候是越做越难看。所以效果不是说一定要怎么做，而是哪一个效果做起来好看。哎，这大小好像太一致了，缩小。在乎也在，其实从一开始洗到后面，我就发现慢慢被它同化，那大很容易就受它干扰，大小越做越少，呼，好也让它翘起来，轻。下面怎么没有欧阳询书啊？啊，真是的，要做假要做到像欧阳询书。哦，欧阳询，帮他签名。啊，多个数好了，欧阳询数。好，确定是欧阳询写的了，欧阳询数。